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AI 的巨大的能量。我更相信呢，大模型将开启一个繁荣的 AI 原生应用的生态。那说到生态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插件。插件非常重要，它呢可以让开发者、让创业者快速地融入到新的生态当中去。插件是一种特殊的 AI 的原生应用，因为它门槛最低，最容易上手。不久之前呢，百度也上线了灵境插件平台，无论是个人或者企业的数据能力或者是应用，都能够在灵境平台上快速呢变成一个插件。我们举个例子，你从网上买了东西，卖家发货呢跟实物不符，这个时候你想咨询一下怎么要求赔偿，这里法律智能助手，因为它接入了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这样的官方权威机构提供的插件。插件呢，增强了大模型的能力，让它更加的实用，也更易用，使得很多企业的私有数据在没有泄露风险的情况下，能够方便快捷地利用到最先进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能够降低我们开发者的开发门槛，能够促进 AI 生态的快速的成长和繁荣。现在呢，灵境的这个插件平台上线其实短短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有2.7万个开发者的申请入驻，覆盖了20多个领域，除了法律咨询、简历生成，还有脑图制作、口语练习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